服务员，你好，你们这有生煎包吗？给他来两个。众口难调啊，世间的美食岂止千万，可口味合不合适不是价格能够决定的，因此就要分出高低贵贱，太浅薄了吧。贺兰先生，如果这边的都不想吃的话，告诉我想吃什么，我叫人准备。不用不用，我不饿。不要勉强自己嘛。我想吃的这里应该不会有的。告诉我你想吃什么就好了。其实他刚刚一说我还挺想吃生煎包的呢。生煎包找起来会不会太麻烦？贺兰先生的吩咐怎么会麻烦呢？请您稍后。辛苦了。你在这等着。小姐，您的生煎包。哇，真的有生煎包啊！谢谢。请慢用。